你直接去二对二的，二对二以后你尽量的去把凯哥撕了，他肯定会让你撕的。完了我故意就会把我的背，在跟你纠缠的同时我会让给 baby 姐。你跟谁纠缠的时候？跟凯哥纠缠？ 对我跟凯哥纠我跟凯哥纠缠的时候，你突然跑过去把他撕的时候， baby 姐肯定会看到我把我也撕了，就同时我和凯哥同时啊，就是你们俩，你们俩一对一，就很简单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？靠你了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腿有点软。Oh my god！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，真的。我真的不太会这样。我的心跳，我老想着。